我会记得去年你跟古雨暑假回来的时候，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。失去一个查某囝了后，我感觉有一部分的我已经离开了。我每天都问我自己，是不是我做不对啊？还是我不够关心伊，所以我的查某囝才会离开我。不够好笑的是伫病院的时阵，我亲身听到家己破病的事实。翕啊啦！阿妈遐歹，还佫直直要甲翕，安尼够水。阿妈你很漂亮，你比其他阿妈阿妹一百倍。来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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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甲古雨接返来时阵，我毋知影做安尼个决定对还是毋对，但若知影。这个囡仔以后拢无人会当听，他那剩我甲伊做伴尔。奇怪，而且白镜是走位都有一些弄头。啊，小雨啊，啊你看到我白镜无啦？啊？阿妈，眼睛在你身上啦！啊，嘿嘿，宝藏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。阿妈老烦电啦，啊，歹记地，歹记地。啊，你在写暑假作业呀？嗯。阿妈会当看出。啊？这蚂蚁哦。嗯。啊，蚂蚁哦。蚂蚁。蚂蚁。为两只伤少的啦，又还没画完，还没画完。嗯，这是啥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哦。这是虫虫宝宝。哦。然后呢？蛤蟆，你要眼睛闭起来。啊，啥闭起来啦？啊，你是要我报晓啦？嗯，蛤蟆，你眼睛闭起来就对了。好。这只手。啊，是咧画啥啦？安尼画报许啦？唔是啊。哎，莫讲偌准嘞哈。好了，阿妈，天亮喽。阿妈，陪我一起做暑假作业好吗？阿妈要写暑假作业啊，我哪会晓写啦？我不要啦。啊，这哪有星星？画遐侪星星要创啥？这是一个对流星学的秘密哦。阿妈，你想不想知道？好啊，你跟阿妈讲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人要对流星许愿吗？不知。但是阿妈哟，一定是吼、全世界人拢知，甲流星许愿哦，愿望都会实现，对不？不是。我们老师说，是因为一颗星星坠落了，
就会有一个灵魂小天使要飞上去，他离开的时候啊，就会把你的愿望一起带走，那你的愿望就实现啦。哦，遐好康哦，啊，你许什么愿望呢？如果我把愿望还回去，那妈妈会回来吗？妈妈一直都没离开，除非你把她放不记。你妈妈哦，像到你这年纪的时阵哦，哎呦，高珠又啊水嘞，安尼又咪咪白泡泡。阿妈，你会想妈妈吗？阿妈当然嘛是真想妈妈，但是思念一个人，嘛唔是。每天都要跟他生气啊，我们心里有他就会用的啊。我们吃了就睡去了啦。因为人没动头。小雨啊，啊你顶个不是讲要洗相片，啊迄相机又得摕来，阿妈明仔载要出去办代志呢。你看啊，上次洗的照片，阿妈你已经洗过了。啊哪有，你记忆也唔对啦。阿妈，你看你上次洗的照片在这里。这个啊？对啊。哟，啊这当时洗，我哪袂记得啊？阿妈，你什么时候要帮我评分？你是讲这哦？嗯啊。啊，你当时叫我跟你评分啊，你还无敢讲啊。哦，阿妈，我都说了好多次了。那我说好多次啦，啊，你都唔捌甲讲过，我哪会记你啦？啊，囡你囡仔人爱记你啊歹。阿妈，你每次都说不记得，我不要脸嘛。嗯，来。啊！你是要去倒啦？反正阿妈你什么都忘记，把我也忘了好了。我没有这个阿妈。小雨啊！小雨离开的时阵，我知影我予伊伤心啊。但是，我真想要看伊平安大汉。我最近时常袂记哩一挂代志，万一有一天，我连你嘛放袂记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办。
双人。啊，你下课啊？啊，今仔日哪会遐尼早？我找你找了好久。啊，不得了啊吼！妈妈回去煮饭给你吃啦。阿妈，我是霞雨。我靠，你考得好水呀！我靠，啊。阿妈，我是霞雨，你不要忘记我。如果我把愿望还回去，那妈妈会回来吗？妈妈一直都没离开，除非你给她放不记。我记得我们看过蓝蓝的大海，粉红色的夕阳，还有亮亮的流星，全部都写在暑假作业里哦。我靠，考到没水了，妈妈求小妈，小妈我考。妈妈是夏雨，你不要忘记我。小马阿妈，这久无看呢，阿你食饱未？小雨嘞，阿奶拢无看到小雨。无啦，我来甲恁看看尔啦。好，啊，我找一寡资料，麻烦你甲我写一个哦。阿妈，你搞快点！这帮我写你的名，啊，这边写你的身份证号码，啊，手机啊，你的住址，啊，甲我留一下安尼。我唔知影，刷落来要行出去的每一步，对我唔对。要讲的话，是唔是嘛已经讲过足侪遍啦？慢慢，我会变甲足紧张的。也很不自信的，像一个孩子一样。小雨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小雨啊，你若去啊，爱乖乖听话吼，吼。要写暑假作业给你啊？嗯，你要记得写完要寄给我。好啊，小雨讲的话哦，阿妈一定拢会记。啊，小雨那边哦，都爱乖乖听人的话。阿妈若是想到小雨，我就会写暑假作业给你，好吧？好。亲爱的小雨，自你还没出世的时阵，阿妈就想讲，唔知影要甲你号什么名字，才会好听。想想的吼，古语
这天就是阿嬷上喜欢的日子，希望你会跟这个命同样，过着一世人幸福的日子，这样阿嬷就满足了。虽然是小小的满足，但是阿嬷希望你会当过着一个大大的幸福。阿嬷，你是要寄普通票寄挂号？我想要寄我的思念啦。将满地芳的手拿雨伞，牵我走过人生的变化。想要甲你惜命命，将思念拢予你知影。你最爱听的歌，我唱予你听。继续行，咱的命运就予天慢慢带。所以不能把我离开。